我是限量，那我是限量版，限量限量版还有每天出来的限量，它普及了，没关系，我老少咸宜，没关系，我算基本款的。你不是经典版吗？经典版，我是限量版。对啊，你限量版啊。还有，记住珍藏版。珍藏的遐啦。真的吗？那叫国，那叫国宝，国宝版。版是绝版。绝版是不是？你要好好保重。老师，这是真的哎，你是绝版哎。沈哥也是绝版啊。大家都绝版，后无来者是要绝版。对对对，后无来者。我后面还有来者。还很多。有，我的后面有很多很会唱的歌手。对啊，所以我还算还 OK， 但是没有人唱你好，比你好。哦，谢谢哦，那孔彪老师好会说话，好会说话。为什么他叫绝版就是这样？因为有人笑他那么会说话，不是笑他那么会弹琴。康哥哥最近就是有新专辑，对，嗯，是什么的新专辑？新专辑就是那个康康康乐队成军20年的现场 live 秀，康乐鼓掌，鼓掌是那个 pop up 的意思，然后那个康乐就是康康的音乐很快乐，所以叫康乐鼓掌。这整张都是欢乐的专辑，对不对？是一个比较生活的一个演唱会啊，因为60个观众同时戴耳机听我唱歌，这个是台湾目前第一个做的，就是我啊，对对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。OK， 里面太吵了，吓到。早知道不要洗手，上厕所还洗手都，谁会见到这一啊？人家以为我。啊，对哦。好嘞 ，OK。啊，咱今有秉良个佩服，佩服了，佩服了，真心之中个佩服。等下出去会被combo的哟。啊，今天呢有佩服。佩服是用偌济红包甲你买收安尼啦。我知，心语先讲。给你靠，佩服靠。拜拜拜拜，好的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